门，你慢点。你慢一点。然后这边的。这边的话对应的距离，这边缝缝的话大概是2毫米到4毫米中间，你给它转转一下就行了。然后这根线，这根线从这个上面冲下去，这毛的再到后面，然后你绕到后面去拍照吧，绕到后面去，你要不要暂停一下，那个上面冲下来，然后这边扎一个扎带，然后这根线你系着啊，然后可以放到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，这边有个 C 对应的，好 ，C， 好，对的，然后这边上垫。上垫以后，然后这边检测一下，就是这边的传感器，这边这一个传感器，这个传感器的话是螺丝的对应，然后是你在这个位置，你要到那边去拍吧，这边的，啊，你看啊，这边对应的 H， 这边 H 对应。然后这个螺丝就你的这个位置，反应的高度特别小，这个位置的话要跟这个皮带要比，有片子吧，有片子吧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位置不够，底下这个灯要亮，放上去这个位置，然后尽量往上移，应该感应得到，灯要亮，然后就是这边的传感器。先把枪给锁定。先把枪给锁定。这边进来哈。现在的话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冲开来。
漂亮。然后这边的话是，这边写着 O 还有 N， 然后这个位置，是 O， 然后这个对应的 O， 然后把这个螺丝松一松，螺丝松开来，开来以后从这边这样卡进去，卡到这个灯亮。灯亮的位置，这边灯亮了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拧紧，然后前面的话，然后往那边处理，可能往那边处理，你往那边去一点，然后这边这个，把它这个放到最前面七个。然后也是松了螺丝以后，把这边这个前面气缸拉到前面，前面灯亮，然后气缸推到后面，后面这个灯要亮，啊，就这样可以了。好，根据这两个螺丝，把这孔放到这里，然后安上去。这样对应的，你盖住吧，把那个搭起相对应的，然后把这个线剪了以后，这个线同样都是 G， 然后对叉，还有一个槽口，应该一个槽口，然后对应把它看进去。好，把它拧起来，拧齐了。
可以了。对应的 I 就这样，然后这里这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的这个航空壳是在底下的这个看一下标志啊 D 啊 D 这边是 A B C D， 这四个就结束了啊。好。然后从这个地方过来，从这个地方冲过去，从这个上面，从这个里面冲过去。Q 对 Q P， 然后这边，然后用连列带进去，好，你这样从洞洞这里面冲过来，然后冲过来以后，这边是短的两根，最短的两根，然后把标识拿出来，然后 P 还有 Q， 然后这边是 Q 插进去，然后这边是 P 也是插进去，好。然后这边剩下的管子，从这个前面直接到前面啊，好，到前面去吧，再然后把这边上来拎起来，然后这个两个是对应的 L。这边是对应的 M 这边有 M， 然后这边 M 啊，然后这边底下这一根的话，从这个地方穿过来，穿过来以后到这边，然后跟这个 K 在一起 K， 好，可以了。这个的话，气管子从这个缝缝里面这样走。然后这个也是从这个缝缝里面这样走过来，线也这样子，然后先塞一把，暂停一下啊，然后这边的话，然后把这边的线这样拉一下，
商店，然后这个两个是开这个冲床的，然后试一下这碗子，离得远一点啊。就是说我一开就关，就看它贴这个玻璃这么磨，然后刚刚是这样转的。你试这碗子，这碗子的话，你过来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试这个正碗转的话，冲床正碗转就是一开就要关，一开就要关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正碗转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你说中文人家哪里听得懂？不知道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最主要就是这碗转的，明天过来看操控吧，英文呢我也看不懂。